知道我没有办法做到你期望我做的事情，所以我只能做这些。希望你能喜欢我送给你的礼物。你带我来这儿干嘛？我要送你个礼物。又是流星雨吗？上次也是你说的，人类喜欢向一颗坠落的陨石许愿是非常可笑的一件事儿。这次不是流星雨。那是什么？什么呀？村里人都睡觉了，什么也没有啊。看那边，那是哪儿？仔细看。那里不是我的家吗？我家为什么会有灯？你到那边去看看。这是做什么？这都是假的。我还在做梦，我一定是太累了，所以睡着了，对不对？这不是梦，这都是真的。可是怎么会一模一样？你不是向流星许愿，想要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吗？今天是你的生日，我想帮你实现这个愿望。它本来就是属于你的，我只是把它复原了而已。就把它当作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吧。生日快乐。你为什么？我只是想让你开心。我本来不属于这儿的，但是你不一样。你在这出生，在这长大，所以为什么？我说过了，我只是想让你开心。我是问你，为什么为我做这些？没有为什么。什么叫没有为什么？当初你救我说是为了预言之石，后来为我控制了所有人说是为了补偿我，再后来为我下了一场流星雨说是喝醉了。那现在呢？你还有什么借口？我想弥补。弥补什么？因为我让你伤心了。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做到你期望我做的事情，所以我只能做这些。希望你能喜欢我送给你的礼物。这应该是我所能为你做的所有的事儿了吧？剩下的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就这样吧。